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噪音乐，我是小韩。说起抖音女网红开挂时，就不得不提抖音女神力哥了。一首《让我做你的眼睛》在抖音一炮而红，以清纯甜美的外表、独特的烟嗓吸引了万千粉丝。如今签约虎牙，身价暴涨，首发的告白气球 MV 一出，却被网友爆出严重走调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吧。在那盘做的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花店玫瑰，名字写错谁？告白气球，风吹到对街，微笑在脸上飞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这就是力哥翻唱的告白气球了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哟。这里是噪音乐，我是小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